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北电大一新生王俊凯。我其实特别喜欢，就是俊凯，你刚才怎么来介绍自己？你说我是电影学院大一的学生王俊凯，我特别特别喜欢。我要像你这年龄，我要这么火了，我都不知道我得狂成什么样了。真的，小凯，你会说绕口令不？会一点，会一点。那你给咱先说个绕口令吧。OK。好。好。走你。一道黑，两道黑，三四五六七道黑，八道九道十道黑。我买了一个烟袋乌木杆，我就掐着他的两根，那么一道黑。二兄弟描眉来演戏，照着他的镜子，那么两道黑。粉皮墙写翻字儿，横桥竖桥三道黑，象牙桌子乌木腿，把它放在那个炕上那边四道黑。我买了一只母鸡不下蛋，把它搁在那个笼里五道黑。挺好的骡子不吃草，把它牵在那个街上六道黑。买了一只小驴儿不套磨，把它背上它的鞍鞯七道黑。二姑娘南妈去割菜，二姑娘南山去割菜，丢了他的镰刀拔道黑。月客的小孩得了病，团几个艾球九道黑。卖瓜子儿的打瞌睡，哗啦啦啦散了这么一大堆。他的扫帚簸箕不凑手，那么一个一个十道黑。耶、yeah! 哇，满意吗？厉害了，哇，一下子回到我们上学的时候，十道黑，长的一段绕口令，特别长的一段绕口令，跟你真的好棒。哎，你要考俊凯吗？那个小凯啊，咱俩来一个那个啊。在舞台上特别重要的是，别人给你什么样的戏，你怎么去接别人。我这样，我问你，你回答；我怎么问你，你怎么回答，好不好？好。王俊凯，你在那儿吗？我在这呢。你姓什么呀？我姓什么你不知道吗？我想起来了，你今天吃饭了吗？我吃了呀。那你刚才吃的是？是什么呢？我吃了什么？你不都知道吗？您做的呀，爸。真的好棒哎，俊凯，你太聪明了，你一句话点出了你爸闹半天是个老年痴呆。你要不要考验考验他呀，子怡？来啥呀？我们设定一下，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场合，子怡老师呢是你学校的带队老师，你们代表学校去参加一个演出，但是你迟到了。你迟到了，好吧。王俊凯，你留一下。你知道全场都在等你一个人吗？知道啊。你要爪子？是，老师，就跟你讲过，我今天来不了。我今天给你打电话，你也没接啊。哎，你 TFBOY，TF 都到了，你这 boy 为什么迟到？老师，我今天迟到我是跟您讲过的，你怎么不看看你自己呢？我怎么了？我们每天早上排练的时候你去哪儿了？你五天有四天准点来过吗？我们同学哪一次不都等你？你等我是应该的，因为我是你老师，用不着你来说我。凭什么啊，老师？我有校长说我。我告诉你，你迟到就是要扣你学分，你学分扣光了，你回家，我只是扣工资。我上周给过您假条，您签字了。我对你有点失望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可以怼我，现在的学生都怼老师。我为什么失望？因为我器重你。你自己想一想，我在你身上花多少的气力，
本来这个节目你就是应该演 B 角的，谁给你争取的主角？你告诉我。老师你听我解释吧，我真的是有原因的。我今天真的在路上碰见一个老奶奶，我没办法看她在路边摊着呀，路上车那么多，我不扶她，万一她被车撞了怎么办啊？孩子我谢谢你，你掺的就是我。太长了这小品。哇，厉害了。没有想到老奶奶出现了，非常好。这孩子没毛病，表演非常感谢两位老师，就是咱们一起排练的时候对我的各种包容，然后对我的指导，也非常谢谢天池老师对我的指导，也谢谢这个舞台，谢谢三位导师对我的评价和鼓励，谢谢谢谢。